上昼10:30，华侨中学高三11班举行简单嘅壮行仪式。班上18位学生系全校最早参加全国统考嘅学生，老师为佢哋送上蛋糕，总寓意高中。加油哈！一定成功啊！祝你高考大吉！任课老师逐一为学生加油打气。数学考试当中呢，大家要先易后难，祝大家梅开二度啊，双喜临门。相信自己，我能，我行，我一定行。见到老师最后好似送我哋上战场咁样，真系有啲感动嘅心里面。随后课堂再度恢复平静，数学老师对学生再一次讲解一啲易错嘅题目。最后一堂喺常态教学中结束，但对桥中嗰一份嘅情就远远都未结束。我是把学校已经当做了我第二个家了，然后呢，对他也非常有依赖感。